朋友们下午好，上午剪了个片儿，发送睡午觉，固定的这些动作。你看这个小县城哈，虽然小，但是各种品牌也都有。那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城市或者乡村，我还更愿意选择县城。城市呢太繁华了，但是乡村呢又不太便利。哎呀，收个快递呀，可慢了。现在正是松茸的季节耶。对。我想这两天吃点生的，刺身。我看看。你看，像这个这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啊。都是今天的很，像这些都是精品，都是精品。咱们本地的松茸是六月份开始。六月份开始，一直要到十二月。到十二月。到十二月。啊，那有半年的时间呢，差不多，差不多半年。全云南的话，每个地方的这个松茸，有区别吗？那州肯定有区别的。我们微山货也叫本地货了嘛，这个口味比较浓，浓烈，最好吃的。啊，颜色、形状、鲜度，都是很好的。现在云南大理现在开始发，明天发的话，明天早上发，明天早上发，几天能到黑龙江？29号。我看明天是29。一号。就可以到了吧？那就31号就可以到了。哦，那就是几天？四天？3天。一只叉子小的挑了以后，好几个才剩下这些。对，你要不这个一直从所有的好货里面挑出来的，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哈。我要这个，我自己吃拿这个。自己吃要吃好一点。买了一斤大红菌，看看买一只鸡，煲着汤喝。看看我心真大吧，刚刚在买那个。菌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40多分钟了吧，接近一个小时了。车就停在这里。所以微山民风非常好。今天晚上依然是扒肉饵丝。好嘞，谢谢。你们的家常菜就是这样一个，这是什么？麻辣烫。这是还有一盘腊肉。你们当地的腊肉。这是什么？猪皮。猪皮啊。这个是吃的比较香。猪皮啊，炸猪皮。对对对。晚餐一般都是几个菜呢？就看人。看人。看人。高兴心情好了就煮多几个菜。那我一大家子要做起码做少3个菜啊，最少多一点嘛，4个到5个这样啊，这7口人啊，7口人一起吃嘛，都吃得完。这地地道道的就是古城人哈。是的。尝一下人这个猪皮啊。又香又脆。之前马帮的那种客栈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干不动了，因为老了，这也没什么生意。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曾经是做过那种马帮的大通铺的。是的。那我看我有印象的时候，它是1两块一个一晚上。1两块。那1两块嘛，1两块一晚上。30。我们普通的打工的，那么3000到4000之间。也是啊，平均工资大概就3000左右。啊，对。基本就3000。咱们这里还弄不到3000。是弄不到3000。我们说那桌干是在桌呢，那些都是1800。1800。固定的。保安是1800。1800左右，2000、3000都不到。哇。问一下，咱们当地的人的寿命怎么样？我们这里长寿的还多。长寿的很多。像我们这干的老人90几、80几。90多、80多的很多很多。说别看摩天那个车，98。98了。我们一家人。一家。一大家走着。孙子。老大、老二、媳妇、孙子、老伴、老奶奶。3代人。3代人。感觉上很和睦。和睦，还不兴吵架。不会吵架，你看没有吵过，家风好，对，一代一代都是很孝顺的，就要这样，是要这样，是吧？吃好吃坏没关系，都要心态好，心态好，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最重要。
十几天看就还不心生气，不生气病就伤。对了，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把家拆起来，父母把儿女围起来。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淳朴而真实的这个语言，是生活就这么样。其实就是这样嘛。对，生活本质就是这样。高高兴兴也是一天。一天骂骂咧咧那一天，打火的，大家都不好受。是呢，是呢。小香，他这个房子，像这个房子有产权吗？有，都有的。都是那种宅基地吧？有产权吗？有房本吗？有房本啊。除了除了这个白事以后。往里挂上了以后不兴取，自然掉了以后，自然的被风干雨淋了就掉了，掉了以后就可以挂春联了。那我们古城里面经常有贴那个讣告啊，对，那这个讣告下面就有啊，就是告诉你，告诉城里的人，哪家老人不失去了啊，还有亲戚朋友，你自然就来了，不需要每家每户的去请啊。在古城我们如果是有白事的话，就是不需要通知的，就贴在墙上就可以了。大红的爷算是上上寿，要到八十岁以上是大红，六十到八十是粉色，粉色有点像这个啊，这种粉色啊，那再下去呢是黄色，再下去是黄色哦，有三个级别，黄色是不足六十，哦，明白了。还有个上上寿。上百岁老人要镶红边啊，要镶边，就大红色的再镶边，再镶了一个边，再镶边，就像这个衣裳啊，明白明白。普通的习惯以后，他那个过路看到有新的消息出来，都会去看一下然后基本什么事情自己就知道了所以说不需要请亲朋他发朋友圈，告诉这个告诉那个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像比我小一辈的这些人，他都基本不清楚了现在手机玩手机去了一碗扒肉饵丝，还有老乡送的这个腊肉还有猪皮炸猪皮，还有点响菜，哎呀，造的溜溜饱啊！所以呢，多在外边吃饭，跟当地人吃饭，然后聊天，能获知很多信息，是吧？那古城居民的晚餐，那刚刚跟当地的老乡得知，这个纸的颜色就能代表着这个走时候的年纪。这个是粉色，粉色就是六十到八十岁。在古城里华灯初上了，果然呢，夜晚的古城才是最有魅力的。我在老大里面，你在老四，我他在老二，他在老三，你在老四。